泰国，你们看一下，好像一个佛祖啊，对不对？躺着，那边的头紧致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呐、啊，啊，金门能够挡过一次又一次的那个灾难哦，功不可没哦。来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高粱田，看一下啊，这个绕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海边。那机场下对岸的大陆的机场就盖在这个对岸，就是这边的对岸啊，所以不要小看我们金门的农地。离那边比较近的农地，一分农地也七八百万哦，农地有那么贵哦，因为看准。